那是谁的声音？你知道连那个小胖林育群还有星光大道陈浩宇都是那个社团的，厉害吧？真的吗？好厉害哦！而且他们最近好像还有奇出社大哦。那我一定要去听他们奇出社大。欢迎参加录音社奇出社大。那我先走咯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奇出社大哦。流行音乐录音社奇出社大，10月2号晚上6点半在乐学基地。Thank you.